咁歡迎大家今日星期日嘅下午嚟參加我哋最後一場法國五月舉辦嘅展覽講座啦。咁我哋喺之前嘅嗰幾場講座，我哋就從唔同嘅面向嚟探索我哋今次嘅超現實主義展覽。咁就我哋又從西方藝術史啦，我哋又從香港嘅藝術史啦。咁我哋對上一場，我哋都揾咗林飛龍個仔嚟講下林飛龍時代即時期嘅嗰啲超現實主義者啦。咁我哋今日咧，講的主題都是我們今次展覽的大主題，就是講神話的。神話除了是故事、是預言、是超現實主義者的創作來源之外，其實呢我們今次的展覽策展人即是龐比道中心的戴迪亞恩歐登傑先生，更加是以神話作為一個現代概念來貫穿了整個展覽的。我們今天就很開心邀請到好青年圖讀室的四哥西瓜兵和嚴叔來幫我們以大家較為熟悉的傾談方式講解一下這個現代的概念啦。那事不宜遲，多謝各位嚟臨我哋依個講座啦，亦都再次多謝 FrenchMade 啦，邀請我哋好青年圖讀室嚟同大家做呢個分享呢個討論啦，咁樣。大家唔知睇咗香港藝術館上面嗰個展未咧？即係超現實主義。咁今次係其實好難得嘅，即係有好多係讀教科書上面見到嘅畫作咧，係竟然會嚟咗香港，咁大家可以親臨啦，去睇啦，去欣賞啦，去討論啦。咁呢個我哋覺得係好難得嘅。咁但同一時間咧，其實要理解超現實主義咧，可能亦都需要一啲幫助，有啲背景知識。咁尤其是咧，今次策展人咧係用神話作為嗰個主題去貫穿整個展覽。咁我哋都於是Frenchman 同我哋傾嘅時候都想，不如試下用神話啦呢個咁嘅 topic 去切入。究竟點解超現實主義會強調神話咧？神話當中扮演咩角色咧？點解無啦啦講藝術要講神話咧？咁呢個一個重要嘅課題，都係對於理解今次嘅展覽同埋策展嘅心思咧，可能會有啲幫助。咁當然啦，我知道好多時候未必大家對於超現實主義會有一個基本背景了解啦。所以我哋今日個講座會由即係最基本開始，即係由零開始去講咧，就係其實究竟咩嚟嘅咧？點解開始會有呢個藝術思潮咧？佢個中心思想係咩咧？咁最終係拉到去就係點解佢會講神話？嗱，咁將會我哋今日呢個講座或呢個討論會裏邊咧，我哋有嘅一個個 flow 係咁樣。咁所以我哋不如事不宜遲開始啦。即係其實點解會無啦啦係要講超現實主義咧？點解會有呢個思潮開始咧？咁好似係要同整個西方文明個背景有關嘅，即係係一個所謂理性或者啟蒙運動啦，同埋非理性，所謂反啟蒙運動啦嘅一個角力係相關嘅嘛？四哥可以幫我哋講少少。咁有睇過我哋幫呢、這個FrenchMade 拍嗰條片，大概都會知啊。個 background 咧就係、是、即係正如吳叔話齋啦，即係西方嗰個文明發展就去到一個階段，即係譬如由啟蒙由呢個文藝復興開始，慢慢就注重翻人嘅地位，然後咩係人啊？人之為人最重要就係理性，跟住咧就開始發展咗呢、這個用理性嚟去理解個世界啊呢一種咁樣嘅睇法啦。咁去到最高峰嗰個就叫做啟蒙時期啦。跟住啟蒙時期有一個好好嘅講法噶嘛，就係話即係有一個哲學家叫康德啦，佢嘅講法就係咩係啟蒙嗰個精神咧？佢就叫做dare to know， 即係勇於去認識咁樣。咁咧，佢就認為咧，啟蒙時期有一個特點咧，就係以前所有嘅嘢咧，我哋都要擠喺一個理性嘅法庭嗰度去審判佢，因為佢哋覺得以前喂中世紀嗰陣時啊，就有好多一啲好迷信嘅嘢，即係嗰啲神話故事啊，有呢啲咁樣嘅嘢喺度去解釋個世界，但係咧呢啲究竟可靠定唔可靠咧？我哋唔知嘅喎，咁要點樣先至可以確立佢嘅地位啊？就用理性呢個法庭去審判佢，審判咗之後咧，我哋就覺得啊，原來佢係可靠或者係唔可靠嘅咁樣啦。咁咧呢一個由文藝復興開始啦，這個咁樣嘅所謂現代化嘅思維咧，就其實非常成功啊，因為配合呢個現代科學革命。跟住人類科技突飛猛進，咁咧有一個氣氛咧，即係相信啟蒙嗰一班人啊，就認為只要咧我哋通過理性去建立呢個世界，咁咧就會為人類帶嚟一個好美好嘅將來嘅，咁係好樂觀嘅，即係呢一種睇法。但係咧，直至到幾時第一次現實地
冚佢一巴咧，即係對於呢種思維，就係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係首次人類將一啲好高當時啦好高科技嘅嘢用喺戰爭嗰度，跟住係造成極大嘅傷亡嘅，跟住咧就令到人哋開始諗啦。咦，大佬，我哋咁講理性科學啦，咁唔係為我哋帶嚟更加好嘅未來嘅咩？點解會咁嘅咧？即係點解反而令到我哋陷入呢個不幸嘅咧？咁樣跟住就有一啲人咯，其實不嬲之前都有一啲反啟蒙嘅種子出現嘅，即係有一啲叫浪漫主義嗰啲啦，但係咧都未至於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一個很明顯的實例，即是對於究竟理性和科技是否為人帶來幸福，結果就出現了一些叫做反理性的思維，或者叫反啟蒙的一種思想出現。其實超實主義就是在這個 background 誕生出來的東西。湯圓有沒有補充？對於整個 background，我對 background 冇補充啊！我一嚟我講因為頭先四哥講到嗰、那個一戰嗰個對於人類成個文明同埋歷史嘅一個衝擊啦，尤其是對於我哋高舉咗理性，我哋支持呢個啟蒙運動以後，咁發生咗一啲咁災難性嘅結果咧，咁我哋重新就反思過呢一樣嘢，跟住西方文明社會就重新再諗過呢一樣嘢。咁我諗我第一個如果要講我哋講超現實主義，我哋應該都好難唔提弗洛伊德嘅。咁所以就一開始我哋都會講少少關於弗洛伊德嘅嘢。其實弗洛伊德正正就係喺呢個19、20世紀嘅交界度嘅一個，你話係思想家。其實我哋好難定義佢係一個哲學家，一個精神分析師啊，定係點啊？定係醫生啊咁樣。咁但係佢處於喺呢個歷史嘅洪流度啦，即係佢喺頭先講過19、20世紀，佢經歷過一次世界大戰咁樣。咁其實佢提出嘅嘢就正正就係源自於即係我哋頭先講高舉理性以後，我哋發現咗，咦，有啲嘢好似我哋cover唔到喎，理性包唔曬喎，係啊，咁。但係比較諷刺嘅就係、是、弗洛伊德咧，其實本身係一個好 pro 科學嘅人嚟。佢最初原先佢諗咧，就係因為大家最出名聽弗洛伊德就係講潛意識啊嘛，係啊。咁當然呢個字可能我哋陣間再講一講，應唔應該用潛呢個字嚟講啦？係啊。咁但係喺呢一個嘅即係佢最原初嘅諗法咧，就係佢會覺得，因為咧高舉理性咧，仲有一樣嘢佢都係好唔滿意，就係高舉意識啦。係就係 consciousness， 係咁佢覺得，不論哲學嘅討論啦，或者成個學界嘅討論啦，咁都係科學嘅討論都係咁樣。咁佢想即係瞭解人係瞭解啲咩？其實就係瞭解人嘅意識活動。咁佢覺得瞭解人嘅意識活動咧係唔足夠嘅，係啊。咁但係佢頭先我哋講過好諷刺就係一開始佢有好強嘅學術背景咧，就係佢係讀呢、這個即係讀醫啊，又讀過這個物理學啦，咁樣咁佢又嘗試用呢一啲概念咧去諗呢一樣嘢。咁最原初咧，其實喺佢之前都有人提出過關於即係我哋人除咗意識之外咧，好似仲有另一陣嘢嘅，咁就係 unconscious 啊所謂。咁但係一般譯咧，其實就係好簡單啫，有意識同埋冇意識咯，係啦。咁所謂冇意識係啲咩？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你都唔會成日感受到你個腦喺度思考嘅時候係咩感覺啊？你感受唔到呢啲嘢咁樣，或者你消化嘅時候你可能有某啲感覺，但係你個身體係會排除咗某一啲意識嘅感知，但係又同時喺運作緊。咁有啲科學家會提出有呢啲嘢。因為如果成日都感受到咧，其實好困擾啊！即係你每一下心跳啊，每一下消化，會任何一個 single moment 嘅思考咧，你都覺得好清楚嘅話咧，其實你好攰喎。即係不停諗到我又消化個胃啊，點解食物去到小腸啦咁樣？跟住有一啲胃酸又上翻個胃，即係你覺得我好辛苦，係啊，所以一定係有一啲我哋唔知嘅。不過我諗特別就係在於佢甚至連整個思考過程咧，我哋以為一般嚟講嗰思考過程係完全我哋知道曬噶嘛，我哋可以清楚地有意識到我哋思考緊嘅內容噶嘛。但係似乎弗洛伊德或者之前嘅某一啲人已經開始講就係、是，似乎有一啲都叫做會影響我哋行為嘅，某一啲都係我哋嘅認知活動，甚至可能係或者某啲思考活動咧。其實我哋未必係我哋意識到嘅，係冇錯，因為弗洛伊德就係將頭先我哋講原本身體上邊，即係可能即係 physically 嘅一種無意識咧，就推展到去心理上邊，係想嘗試去講咧。其實我哋好似日常好似好把握到自己人生，把握到自己啲喜怒哀樂咁樣，但係實質上佢話唔係咁樣嘅。咁弗洛伊德用最即係人類活動大家都會有嘅其中一個例子，大家 common 嘅就係發夢啦，
發夢可以講，佢覺得呢個就係最能夠可以即係叫證明到啦，有呢個無意識或者潛意識嘅存在，就係我哋有多除咗我哋日常生活擘大眼嘅意識活動，我哋感受到自己嘅個人情緒啊，知道自己做緊啲咩。但係其實喺夢入邊咧，你會發現咗有啲好奇怪嘅嘢出現咗，你係理解唔到嘅，係理性上面我哋唔能夠湊成一齊，即係同日間嘅活動係唔可以 match 翻啦 ，connect 唔到啦。咁所以佢就提出咗呢個精神分析嘅學説啦。咁就嘗試想補完呢一 part 嘅，即係想嘗試佢嘅終極目標都係想了解人係啲咩啫。咁想嘗試補翻呢一 part 就係我哋日常生活好似有好多嘅時間咧，其實係唔係好真係好知道自己真係想點啦，感受到啲乜嘢。咁我諗呢個係其中一個佢要發展精神分析好大嘅突破。我諗如果扣翻落頭先嗰種反理性嗰種思維咧，佢其實弗洛伊德啦就反對緊一種 picture。其實幾 common sense 嘅就係，喂大佬，我而家清醒，我做嘅嘢，我梗係知道我做緊乜啦，我梗係有理由去做嗰件事嘅啦，即係你今日點解嚟咁樣，咁你有你人哋問你點解嚟，你會講到個理由嘛？搭錯車咁樣，即係係啦，你搭錯車都係一個理由，都有理由導致你搭錯車，即係你做嘅行動好似咧係你自己把握曬，係我經過理性。之後的結果嚟，即係講理性，唔需要講到話嘢嘢計曬數嗰啲先理性嘅，即係我哋做一件事有理由咧，都係叫做被理性控制住嘅一樣嘢啦。但係弗洛伊德正正就指出咯，喂，你以為你好清楚，你點解嚟呢度咩？你點解會行呢條路嚟咩？其實背後可能仲有一啲咧，你自己 aware 唔到嘅，你嗰啲就你無意識或者潛意識嘅嘢啦。其實嗰啲嘢咧係更加根本地導致到你會做出呢個行為，跟住咧你嗰啲理性嘅解釋咧，只不過咧係將你已經有嗰啲嘢啊，你已經做咗嗰啲嘢，或者你嗰啲 motive 啊，再將佢 rationalize 解釋翻俾人聽嘅啫。所以咧，最 core 嗰個咧，反而就係喺下邊嗰一陣，我哋自己都未必 aware 到嗰一陣咯。其實呢一個嘅諗法，對於人去了解自己係另一個衝擊嚟。因為好似如果死哥咁講，你諗下，其實所有你能夠吸出嘅理由咧，其實只係因為方便你自己去砌一個故仔咯，講得完嗰件事咯。但係其實唔係你真係想咁，或者真係諗住咁樣嘅嘢。咁對於咁嚟講，我哋就會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係咁嘅話，人唔係完全可以 control 到，或者完全知道自己係點樣。咁我諗呢一個係另一個衝擊咯，對於人類嘅理解。所以我覺得呢個係要即係可以扣翻嚟人哋，即係我哋大家日常生活都有個經驗度嘅。即係如果講法洛伊德啦，即係我成日都會用呢啲方法切入，就係、是、大家有冇試過一啲嘢咧？或者你朋友冇講真，即係通常覺得自己咧就好理性嘅，有時候。但你諗下你朋友啊，即係你會有啲朋友咧，你覺得佢，你問佢點解咁做咁樣，佢好似俾個理由嚟噶嘛，即係梗係俾個原因説明點解我咁做啦。但你深深知道佢唔係嘅，即係深深知道佢唔係嘅，係嘛？佢唔係喎，佢自己都信埋嘅喎，佢自己都信埋個理由嘅喎，但係唔係。即係我舉你一個例子就係、是，有啲朋友咧好明顯覺得佢，喂佢肯定係中意佢啦，舉個例。所以才會咁樣做啊嘛，即係有時都想做到某啲咁嘅 case， 佢肯定係中意嗰個人，所以先會做啲咁嘅行為啦嘛。我唔係，冇啊，因為嗰日得閒會去做，想揾啲嘢整下咪整咗啲嘢，咁咁啱佢又行，咁咪送俾佢咯咁樣。即係佢自己都可能覺得係有第二啲原因去解釋翻。咁呢個就係四哥頭先講嗰種 rationalisation。所以 rationalisation 就事後咧俾翻理由去説明，但係其實可能佢真正嘅嗰個動機咧係一啲佢自己都意識唔到更加深層次嘅嘢嚟嘅。譬如好簡單，頭先個 case 就係、是、其實佢中意佢。不過可能礙於好多原因啦，可能係可能社會嘅禁忌又好，或者覺得唔可能成功又好，所以咧佢會限制咗、壓制咗自己真正嗰個慾望咧，佢唔敢講出嚟，唔敢自己都唔想承認啊，佢承認唔到啊。跟住咧，但係佢會做咗好多行為，影響佢行為嘅喎。但係嗰啲 channel 佢會點啊？揾翻理由咧，去嘗試調翻轉頭咧，去 justify 翻，哇點解我會咁做咧咁樣？好似講到好似唔關事嘅咁樣。咁呢個似乎就係如果你認為咧呢啲 case 係有嘅，係堅嘅，你可能喺朋友身上見到啦。在自己身上見到咧，咁似乎呢個咧就係弗洛伊德講嘅某一種現象啦，就是、其實有一啲咧我哋意識唔到嘅嘢，咁呢個叫做潛意識啦，暫時中文叫做，係影響到我哋嘅行為、想法好多好多事，但係我哋自己唔知道其實佢運作緊。而要理解人嘅時候咧，你 miss 收咗嗰啲咧，其實理解唔到人發生咩事。而所謂理性咧，可能只不過一個糖衣嘅包裝嚟，就係、是、你真正嘅 underline 最核心嘅真正嗰個理咧，其實係某一啲可能慾望啦。可能是某些 drive 某些 desire 但是呢你做完之後你會不承認或者不肯接受是這樣就比較理性包裝它如果你以為誤以為理性的那邊尤其是西方的傳統很強的覺得人是理性的
啊，即係人係一種理性嘅動物啦。由亞里士多德希臘年代開始講，講到後屘康德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將理性嗰部分睇成人最核心嘅部分嘅話咧，咁你就會覺得一個好大衝擊嚟。就而家弗洛伊德話俾你聽，其實好多時候理性咧係後屘包裝嚟嘅啫。真正人嗰個行為嘅動機啊、出發點，往往係啲唔理冇理性可言，你甚至自己唔可以意識到嘅部分，而理性之後屘包裝翻，令到佢表面上係理性的一個行為咯。咁對人嘅理解係一個極大嘅衝擊同破壞。同埋你頭先嚴叔個例子好好嘅，即係咧佢講到同我哋啱啱講個 topic 有關，就係我哋進入一個理性時代，就係咧弗洛伊德如果擠喺呢個 context 嗰度去睇嘅話咧，就係佢其實係指出緊，咦我哋呢個時代會唔會太講理性咧？即係我哋太講理性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啲重要嘅嘢，我哋忽略咗啦，甚至乎如果用弗洛伊德嘅講法咧，我哋係壓抑咗，即係咧有一啲慾望就喺入邊咯，但係咧。俾呢個理性嘅世界啦，俾呢個文明嘅社會啦，不被接受嘅。咁咧，咁點算啊？我又有呢啲慾望喎，跟住個社會又唔接受，結果咧就會，如果你好彩啦，即係弗洛伊德講嘅正常嘅青少年發展啦，即係嗰個成長過程係咪叫青少年？總之你嘅成長過程入邊，如果你能夠成為一個佢所謂嘅正常人咧，你就能夠將你嗰啲慾望。就將它轉化了變成一些社會能夠接受。但是如果你不能夠呢，你就大鑊了。他的講法就是你就會出現一些symptom，即是一些精神的病徵，這樣。所以在這個方向看的話，其實理性是會壓抑住我們一些我們潛伏的慾望，然後呢令到它不能夠展現出來。這個思路呢配合剛才反啟蒙的那個，其實就一脈相承，就是其實會不會是理性的力量過於強大，而令到我們有某一種的扭曲呢，令到我們不健全呢，就是我們的心靈發展。所以或者我在這裡可能即試一下一個小總結，即是把大 picture 勾畫多次出來，即因為我們剛才很快地講了很多東西，其實我們試一下一個小總結，或者就是其實現在 picture 是怎樣呢，就我們看看西方歷史的走向，那個思想史的走向。最初咧，中世紀等等嘅時候咧，就好迷信嘅 ，in most sense， 就係好相信權威嘅，相信宗教，相信聖經，所以咧嗰時候就係唔講理性嘅，即係或者唔係唔講理性，但理性即係服應於咧信仰啊嗰啲嘅時代嘅產物。其實呢個講法，中世紀有句講法嘛，即係哲學啦，即係或者理性知識啦，只不過係神學嘅婢女咯，即係佢哋係講理性，不過咧唔係行先，佢係攞嚟服務其他嘢嘅。即係逢係理性同埋我哋信仰有衝突嘅時候咧。你應該信你的信仰，你應該信教會，你應該信聖經，而不是信你自己的思考能力。但是慢慢，剛才四哥說的那種思潮就是，慢慢人在文藝復興開始，經過種種的不同思想革命，去到啟蒙運動最高峰，就是我們好像擺脫了迷信一樣，就是開始慢慢發現理性呢，可以令到人家掙脫了那種迷信的枷鎖。所以才會說敢於認知而已，就我之前不敢的，其實人是很脆弱的，就是你，即大家有時候都是，就是如果你可以有個權威呢，話俾我聽個答案，我真的不想自己想喎，即係大家都有啦嘛，所以大家迷信某一種以下 KOL 啊嘛。同埋咧，同埋即係你頭先講好似係懶啊嘛，同埋另一樣點解我哋要敢於運用我哋嘅理性咧？係因為真相係恐怖啊！即係真係嘅喎，真係嘅喎，你唔願意接受咯，即係好。所以聽咗講咗危險噶，即係我哋嘗試思考啊嘛，幫大家。而家思考咧，其實好危險喎。係啊，不論係對個社會定對自己。Berlin 都話哲學係危險嘅喎，即係我真係覺得係喎，即係咧。真相真係恐怖喎！即係最簡單嘅例子就係、是，譬如我生 cancer 咁樣啦，即係我未必願意接受啦。一來，二來咧就係因為你冇得救啊，跟住咧你就會傾向相信，喂，如果呢個世界有奇蹟，如果有神醫，或者如果有神，咪正咯，咁會咁啊嘛。跟住因為你都解決唔到嘛呢啲，但係呢啲可能就係真相嚟咯。所以由於真相可能係好創傷你，即係好令到你唔舒服，跟住我哋就會有呢個咁樣嘅傾向，去走去呢啲咁樣嘅嘢咯。即係呢個都其依個又係咯，即係真相恐怖啦。我先講一個 point 就反而係調翻轉，就係都相關嘅，就係、是、就算你嗰個真相其實係好嘅，有時真相好噶嘛，即係照計好啊，但你永遠唔冇保證噶嘛，即係你冇 certainty 嘅喎。你諗下，即係做好事一定有好報啦，係好報 certainty， 甚至應該相反啦。咁就算有啲係應該係好嘅。你都覺得即係讀咗好多書啊，譬如考試咁樣，你都冇保證你會考得好嘅喎。其實咁你所以冇咗上帝啊，冇咗迷信，冇咗宗教之後咧，其實人係好慌嘅，即係因為你好努力做好你之後，你都冇保證。種種呢啲原因加埋曬之後咧，其實人係唔好敢獨立於嗰啲迷信或者冇咁講，獨立於信仰嚟思考嘅。而但啟蒙運動就話俾我聽相反咯，
就是只要你夠膽勇於 CIO 咧，照計其實可以帶嚟幸福同埋自由嘅。同埋呢個 promise 嚟嘅，同埋有鐵證嘅，我覺得就係因為佢配合咗自然科學個發展啊，即係因為人用咗理性之後，真係突飛猛進嘅，即係由伽利略開始啦，即係將個物理學呢個數學化咗之後咧，係發展得超快嘅。你睇翻嗰個發展係，所以好似真係以前好多我哋做唔到嘅嘢，跟住咧，咦，我哋依家有科學知識就真係好似做到喎，所以嗰個 picture。即係我開頭咧，即係未讀哲學之前咧，就覺得喂啟蒙呢啲咁正嘅嘢，邊有人反㗎？即係因為真係好嘛，大佬唔通我入嚟迷信咩？即係啲啟蒙嘅字都話俾你聽啦，係你原本蒙住對眼，而家戴開對眼俾你睇到嘢啊嘛！即係英文叫 enlightenment 亦都係啊！即係原本冇光嘅，而家變有光喎，著燈喎，大佬！即係幾多人想著燈啊？知唔知？即係著燈好重要啊！即係如果你而家日日翻屋企發現開唔到燈咧，你點算啊？而家就話俾 enlighten 啊，可以開燈。咁所以照計呢個一個好美好嘅 promise 嚟嘅。哇！而事實上有鐵證啦，有科學嘅進步啦。咁樣講個比喻幾正喎，但係佢哋就以為呢盞燈啊，即係咧，笛卡爾有用過呢個講法，理性之光啊，即係呢個叫做，即係理性就好似光咁啟蒙，可以照耀個世界。但係咧，如果反啟蒙嘅方法就係佢唔係唔贊成嘅。我喺我嘅閱讀入邊，即係你反理性唔可以完全反，我覺得就係、是、你有燈都好，一定係有影噶。即係你唔可以有一個想像，就係我啟咗夢之後就完全冇曬影咯。即係而家佢就將一啲暗影嘅部分將佢展露翻出嚟，話俾你知，我哋唔可以否定呢一 part 嘅嘢咯。嗯，甚至我覺得直情，如果好似弗洛伊德咁，佢直頭話俾你聽，嗰盞燈係老點嚟嘅。你如果只係追住嗰盞燈去咧，你其實就咩都睇唔到。其實反而係咩都睇唔到。嗯，係啊，即係咁，我覺得呢個都會係一個我哋要處理嘅問題，即係。因為一直我哋頭先就係佢講話嗰個歷史嘅進程，其實我哋都好似都必然會走到呢一步，就係我哋希望脱離嗰啲迷信，脱離即係可以獨立到，唔需要再去即係只係憑感覺去決定自己人生係點樣。好似所有嘢我哋可以掌握翻 take up 翻嗰個責任啦，或者我哋控制到自己人生啦。但係弗洛伊德又再冚多你一巴咯。係，即係如果康德係冚翻之前，譬如神學啊，或者我哋中世紀嘅嗰一種嘅對於整個世界嘅睇法嘅話，咁弗洛伊德係再冚多你一巴，就係、是、即使我哋高舉咗理性以後，其實我哋翻轉頭咧，即係如果頭先講嚴叔講有其實弗洛伊德最終佢想講咩？即係究竟我哋俾啲乜嘢控制住？就是、其實我哋嗰啲原始慾望嘛，嗰啲慾望係好動物性嘅。係唔係我哋好似頭先講由亞里士多德、柏拉圖以嚟咁講人嗰個理性嘅重要，或者覺得理性可以 control 到我哋某部分嘅譬如情緒啊或者慾望啊？而家係調翻轉嘅，其實我哋係俾慾望支配，然之後我哋係想盡一切辦法高舉咗理性之後，想用理性去合理化或者解釋我哋自己嘅人生，或者解釋成個世界發生咩事。咁但係弗洛伊德就係話俾我哋聽，都可能係徒勞嘅。所以理性的角色就見到在整個西方思想上面是升升降降的，初時就是不好的，相對低一點，就是信仰重要一點，中世紀開始，後來到啟蒙就覺得不是，理性厲害，可以離開迷信，帶來自由，帶來幸福，科學就是其中一個很大的保證，我們不斷進步的嘛，物質生活真的，但是之後呢又再發現不是這樣，包括了兩件事，第一就是一戰和後來二戰，當然超現實主義出來的時候未有二戰，但是一樣而已，就是那種理性去到極致，甚至科技文明去到極致，反而會帶來最大的災難，是所有東西變成 calculatable， 可計算計到最盡，包括計算如何最有效地殺了所有猶太人等等，科技的利益運用全部給理性的體現，反而帶來的是更多的痛苦，更多的苦難，更多的不自由。而這個時候弗洛伊德就告訴你，當然是啦，為什麼？因為其實你以為追求理性，其實只是一盞錯誤的燈，即係佢真係好似而家你廣東話講啲燈嚟嘅，燈到你，即係燈咗上反方向。即係佢話好正啊，理性咁樣，你越話理性正咧，其實燈咗你啊。就係咧，因為其實唔係咯，嗰個理性只係事後嘅包裝嚟。你如果以為理性係咁勁嘅話咧，你錯誤地理解人嘅核心係嗰啲原始慾望，理性只係個包裝。而你以為咧，即係好簡單講句，喂，你覺得人係咁理性咩？我成日都講啊。咁不如你試下二戰嘅時候，俾十個理由、十個 argument 說服希特拉啊！嗱，殺完猶太係唔啱嘅咁，咁俾十個好充分嘅理由佢，話說唔說服到佢咧咁樣？好簡單講就係佢唔夠你拗都好啦。你冇解決佢原始慾望嗰層咧，佢都係會做嗰啲嘢嘅，因為佢個 drive 根本就唔關理性事。所以弗洛伊德或者嘅分析就係、是，用嗰個進腦分析嘅話就係、是，
其實你太過信理性咧係唔 work 嘅，因為人根本就唔係一個純然理性嘅存在者，理性只係個包裝嚟嘅啫。於是太過信理性咧，就反而會出事。我哋反而睇清楚係咩啊？就係點解會出現一戰，甚至係咩二戰嗰啲大災難咧？就因為我哋誤會咗人係咩嚟。你話人係咁嘅嘢，其實佢唔係嘅，佢根本就係啲由原始慾望或者一啲童年回憶、好多創傷等等種種構成埋嘅一個存在者，而唔係一種理性嘅純然理性嘅存在者。咁嘅話咧，就可以帶出今日即係點解會超現實主義咧，會係有佢存在價值，點會走出嚟啊？就因為佢超現實主義就正正係睇到成個社會嗰個西方文明咧，走到一戰之後咧，就太注重理性，反而帶嚟嘅唔自由同埋苦難啦。咁於是佢做嘢咩咧？就係、借助心理分析，即係弗洛伊德整個學派啦嘅諗法，話翻俾人聽咧，其實人本身唔係一個理性嘅人嚟。人本身是有很多理性下面更加原始、更加 fundamental 的東西在運作的，就是剛才講的那種潛意識。如果你要認識到這件事之後，才有機會去解決整個社會問題，即不僅僅是個人問題，整個社會問題。因為本身很多一戰二戰的產生就是源於人誤以為理性思維是最高的，而人就是理性的動物。這個想法可能是錯的，如果想法錯的話，就會帶來很多剛才講的苦難、壓迫和不自由。咁呢度可以都講下神話究竟飾演一個咩角色啊？即系咧頭先講到啦，即系我哋由文藝復興開始啦，啟蒙去到高峰啦，就係一種用理性理解呢個世界嘅一種方式啊嘛。結果咧，佢哋就想換一個理解世界的方法。最初係點啊？其實真係我哋有歷史記載都係用神話噶，其實係即係你古希臘有神話，跟住你中世紀有神話，這個西方啦，其實你東方都係噶嘛，即係都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神話。女娲煉石補天天啦，盤古開天闢地啊，係啊，咩皇帝大戰蚩尤啊，呢啲啦，係啦，即係係咁樣嘅嗰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嚟噶嘛，嗰個真正嘅。跟住咧，佢由於佢哋唔信呢一套啊，即係咧好似係一個想 replace 嗰個理解世界嘅方法。以前咧就係、是。點解會行雷㗎？因為宙斯咯，咁啊嘛。點解？唔係喎，因為科喎。即係睇你邊個神話啦？睇電影咁講喎。你包嗰啲唔同啦嚇，但係都係啦。總之就係因為會行雷咯。咁因為宙斯咯。點解太陽會出嚟啊？咁樣因為有太陽神咯。咁樣即係呢啲咁樣嘅嘢，佢哋其實都係解釋緊呢個流變嘅世界。因為你好難打㗎嘛，無端端點解會死嘅啲人，無端端點解會病嘅咁樣？你要俾個解釋，佢哋嗰陣時。又冇科學啦，跟住就用神話嚟解釋啦。咁去到啟蒙時期之後，就覺得喂唔 work 喎，即係呢套，跟住嘗試用理性嚟把握啦。結果係咩咧？結果就係神話已經成為過去，即係神話嗰個地位已經逼到去，我哋唔再用呢啲嚟去理解個世界。但對啟蒙嚟講，覺得好噶嘛？係係啊，因為啟蒙覺得神話係迷信嚟噶嘛，所以如果揾到一個好啲嘅世界觀，去科學建立嗰啲啦。咁咪整走神話咯，神話嘅擺住神話其實係好事嚟嘅，對於啟蒙運動嚟講，係嘛？用理性去把握個世界，咪使乜用神話啫？應該又係咁嘅。其實有啲位我哋睇到嗰個思想嘅轉變嘅，即係譬如亞里士多德咧有本書叫 Poetics 咧，佢入邊有隻字咧就係正正就係神話嗰個字根啊 ，myth 嗰個字啊。跟住咧，我哋依家譯呢隻字咧 ，myth 就係嗰個字叫做，我哋依家譯呢隻字咧會譯做神話咯。但係咧，其實喺古希臘佢個用法係咩啊？係情節咁解嘅啫，即係故事咁解嘅啫。對於佢哋嚟講，呢啲唔係假嘅嘢嚟㗎，即係佢哋真係信㗎嘛，即係信嗰個宗教㗎嘛。即係對於佢哋嚟講，我哋就用講故事嘅方式嚟去理解個世界。但係去到啟蒙時期就唔 work 呢套，唔好就掟走咗呢套。就 myth 呢個字好正，即係而家叫神話啦。即係但係再而家啲咧唔係只係神話，即係用英文嚟計啊。myth 就係一啲唔應該信嘅嘢嚟㗎嘛。即係我要。去除一啲偏見咧，叫 demyth 啊嘛，即係直情將一啲唔應該信嘅嘢係整走佢。所以 myth 咧唔僅僅係神話咁簡單，去到而家甚至一啲錯誤嘅理解啊，一啲傳說啊，錯嘅傳說啊，我哋反而應該要整走嘅嘢嚟嘅。咁所以由原本係中性嘅，越嚟越差退後尾咧，而家唔應該信埋啲 myth 嘅我哋，係嘛？所以見到嗰個成個嗰個概念嘅走向。所以咧，去到。即係頭先一路講到你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有啲人開始懷疑究竟理性係咪咁好啦？我哋係咪亦淨係要用理性嚟去解釋個世界啦？結果咧就出現咗一個諗法啦，我哋可唔可以將神話重新翻案咧？佢係咪真係一無是處咧？即係佢咪淨係除咗迷信之外就冇用嘅咧？我哋係咪應該完全摒棄佢咧？咁樣咁咧？
當然超現實主義呢班友啦，同埋好多反啟蒙嘅思想嘅人啦，都認為唔係咯，佢係有一個不可或缺嘅地位嘅。其實神話呢樣嘢係咯，但係我覺得對於我哋即係現代啦，或者已經經歷咗啟蒙時期，然之後即係已經對於人類覺得理性有幾大重要，然之後影響咗嘅即係人嚟講咧，其實去理解翻啲神話係一個挑戰嚟。即係我有個睇神話嘅經驗，唔係淨係睇希臘神話，我真係走去睇嗰啲咧非洲嗰啲原始部落嗰啲神話啦。咁咧我睇唔明啊，因為我真係唔知佢講乜嘢。即係如果大家可以有興趣咧，即係揾下嗰啲即係有非洲嘅即係嗰啲 folk story 咁樣，然之後佢哋有啲好似伊索寓言咁咧，動物喺度做啲乜嘢咯。但係個情節咧係好散啦，首先。然之後最後我都唔知究竟你想講乜嘢，你係咪即係你係咪有教育意義嘅咧？我又諗唔到喎，即係可能所以你就已經係完全理性化咗，係啊，即係個感覺就係咁。或者我哋睇 Surrealism 咧，第一個挑戰對於我哋嚟講就係、是、我哋其實未必好 aware 到自己已經好理性咁去諗嘢，以至於我哋唔係好知道其實所謂翻去神話或者為神話翻學係一件什麼一回事。我哋就好想把握嗰樣嘢。好想覺得有一種實質嘅 meaning， 或者解到啲嘢啦，可以楞埋嗰啲唔同嘅 elements 啊。我覺得咁，如果呢個進路去理解呢樣嘢咧，都係好辛苦嘅。即係如果對於一個現代人嚟講，或者翻去Surrealism 整個大 picture 咧，即係嗱，如果以超實質嘅角度嚟講咧，佢其實最核心想做嘅嘢咩咧，就係佢想讓人感受到咧，透過佢藝術作品啦，係發現咗人唔係僅僅一個純然理性嘅存在者。甚至在下面是一層更加 fundamental 的，是一些潛意識的東西。當然它會有很多不同的手法去做。如果我看你之前的一些介紹短片會有講，譬如舉例用 dream painting， 譬如就嘗試畫一些意象，是勾起我們對於我們自己潛意識結構的一些理解的。這個其中的方法就是畫那些意象出來，畫你的夢的結構。那些可能譬如什麼 automatic drawing， 就是我們試試不要用有意識去計劃一幅畫應該怎麼畫。我試下，譬如好似麥桑咁樣跳住舞喺度畫咁樣，咁跳住舞畫咧，就覺得我個 attention 擺喺跳舞度，啊可能可以讓我潛意識突破到個意識嘅守衞，咁咧就有一啲咧潛意識嘅內容咧，可以喺幅畫度透現咗出嚟咁樣啦。所以我成日都帶啲人去睇，之後啲人就會話唔係喎，佢好有意識嘅畫咗。咁但係起碼佢想做一啲工作就係咧，透過啲方法畫到潛意識嘅內容出嚟，去甚至能夠欣賞者咧，去感受到原來自己都有潛意識部分，所以唔好再咁容易俾理性嘅囚牢咧係困住啦咁。嗱，呢啲係好清楚嘅，我相信。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佢要翻返去潛意識嗰部分嘅時候咧，點繼續講神話咯？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即係你可以絕對想象咧，超現實主義嘅藝術作品，咪盡量扣連住心理分析嗰潛意識嘅嗰個功能去畫去創作咯。不論用咩方法都好啦，用好多神獸又就得，有好多無意識畫畫又得，用種種方法，點解要講神話咧咁嘅樣？咁我估呢度我想補充一個論點就係、是。其實我估好強調，即係傳統嚟講講超現實主義就未必好強調神話呢部分嘅。但我覺得神話呢部分的確係有佢嘅功能嘅。譬如其中一個超現實主義宣言嘅作者啦，布拉東，佢自己講法就係、是、我哋要創造我哋呢個時代嘅神話。咁我哋要理解呢句點解佢會咁講。咁我嘅理解就係、是，即係我會咁樣處理佢呢個講法啦，就係、是。其實神話咧同埋理性思維咧，好似係兩種 contrast 嘅東西嚟。即係咧，啟蒙運動之後咧，我哋覺得要可以用理性把握個世界啊嘛。如果我哋可以用理性把握世界嘅話咧，就即係我哋唔應該用神話嚟個世界。所以自然會排除神話嘅。所以事實上咧，宗教對佢哋嚟講都係神話啦，基督教變咗神話添啦，係咪咁退場啦？要科學嘅思維恰當地理解世界。咁但係如果我哋想嘗試提倡某一種睇世界方式，有別於純然理性嘅把握世界嘅方式嘅話咧，咁神話似乎係一個出路。即係我哋唔能夠完全得嗰簡單講就係我哋唔能夠完全唔透過任何方法去理解世界，我緊要俾個框架理解世界。咁但係有冇啲理性框架以外嘅東西咧？咁佢哋會覺得出路係神話，就讓我哋有一種理性以外嘅方式去睇個世界咯。咁當然有幾個唔同嘅做法啦，有一啲超現實主義者就會走翻去真係歐洲文明嘅原初嘅某啲神話度，所以佢成日用一啲古希臘嘅嗰啲神話裏嘅神獸啊，即係譬如嗰啲無頭人啊、牛頭怪啊、Minotaur 啊、嗰啲奇美拉啊、Chimera 嗰啲怪物，咁大家可以上去展覽睇下啦。咁用好多嘅，重新詮釋啲舊有嘅神話啦。
咁有時佢會用另外一啲嘅，譬如舉例，有一啲會走喺唔同嘅文化度，甚至自己嘅文化，譬如舉例，超實主義者傳咗去美國咁啦，或者傳咗去日本咁樣，佢揾翻自己當地嘅一啲神話去做啦，就嘗試俾一個有別於理性嘅框架嘅世界觀去講我哋可以點樣睇個世界啦。咁但係最得意就係有一啲時候佢哋甚至會創造自己嘅神話，覺得。即係佢唔僅係 reinterpret 重新詮釋啲既有文化文明源頭嘅神話，而重新建立自己嘅一個新嘅神話。嚇，譬如如果一個講翻個展覽就係、譬如大透明者啦，最後嗰個 session 嘅時候，嗰度有一啲就係佢覺得要自己創立我哋現代人自己而家嘅神話。咁佢嘗試 replace 嗰個純然理性睇世界方式咯。咁呢個我估係點解神話會喺即係佢點樣講真人分析以外咧，都會講神話，而且似乎扮演某一個重要角色嘅嘅嗰個原因咯。我自己覺得，即係睇某一啲哲學家的思想啦，佢哋都會有一個咧為神話。其實我傾向真係用翻最古個故事咯 ，plot 即係 myth 呢個字可以譯做 plot 嘅，即係情節。我傾向用翻呢個中性啲嘅字去講，即係咧我哋理解個世界有冇可能完全唔用？故事咧，係咪可以完全理性咁樣去用一種因果關係咁樣去理解咧？咁咧有啲哲學家就認為係唔可能嘅，即係呢件事，因為人睇出嚟嘅世界咧就係 meaningful 嘅，即係咧如果我哋純粹將啲嘢用一個客觀嘅角度睇，你淨係睇到啲嘢嘅運動咯，即係啲 object 嘅運動咯。咁其中一個啦，其中一個哲學家 Lee Holter 啦，即係佢最出名就講 narrative 啦，其實就係、是，即係咧佢指出一樣嘢，我覺得好有 insight。佢就話：你以為啟蒙時代冇古仔咩？即係咧冇可能冇古仔，因為咧啟蒙嗰個諗法已經係一個古仔嚟㗎啦。即係咧，佢係一個喜劇嚟嘅，就係即唔係令到你好開心喺度笑，即係好搞笑咩？即康帶個鞋色咯，即唔係呢啲，即康帶搞笑，即唔係呢個意思。即一個喜劇係咩咧？佢係有一個 happy ending 嘅，即係咧，其實馬斯嗰啲都係 happy ending 嚟嘅，即係佢嘅諗法就係、是，咦？我只要通過理性，通過科學呢一啲咁嘅，呢啲就係佢呢套劇嘅 hero 啊！即係通過呢啲嘢嘅話，最終佢點啊？最終人類得到一個 happy ending 咯。呢啲你證實到咩？呢啲唔係科學嚟嘅喎。但係咧，佢係有一個 regulative 嘅 function 嘅，就係、是、我哋信任呢一樣嘢，我哋信任科學可以為我哋帶嚟一個美好嘅將來。結果就會令到我哋點啊？我哋呢個時代咪係咁做科學咯？我哋咪相信呢一樣嘢，呢樣嘢咪喺呢個時代有一個權威咯。但係咧，呢一樣嘢勁在咧就係佢正正唔能夠用科學嚟證明咯。即係你點樣證明呢一啲科學嘅嘢可以帶到我哋一個美好嘅將來咧？唔得噶嘛！呢一個係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係一個打臉啦，即係直接就回應咗佢啦。所以咧，我覺得喺呢點咧，同超現實主義一脈相承嘅，其實就係佢哋要將一啲被冚住咗嘅嘢，即係神話呢啲咁嘅講故事嘅方式，重新挖翻出嚟。佢係有佢嘅價值同意義，而且佢認為係不可或缺嘅。跟住我另外講多一個哲學家Ricoeur 啦，咁咧佢就 call 咗歌德啊，即係嗰個《少年維特的煩惱》嗰個作者。佢講一句説話，我覺得正到不得了，即係咧佢係講乜嘢係藝術嘅，即係咧。好多反啟蒙的哲學家咧，好多時會攞藝術出嚟做一個對抗，因為真係好似兩樣嘢嘛，即係理性嘅就係科學邏輯思維，藝術就好似唔係嘅一種意質嘅嘢嚟嘅同佢，咁咧有一個，咁你咪集大成啊你。唔係，所以咧，嗰啲藝術家好多時就你用理性嚟去咩啊，修復咗藝術啦，令到佢冇咗藝術性嘅，即係真係會有呢啲咁樣嘅討論同埋諗法嘅。即係因為你要講藝術係好難嘅，你一講咗佢，我開始離咗題添。你一講咗佢咧，其實超現實主義嗰啲作品都有呢個難題喎。你一講咗佢，就好似頭先講我哋嗰啲行動咁咧，你 rationalize 咗佢，你令到佢個力量冇咗嘅。咁我講翻 recur call 呢個歌德嘅講法，佢講得好好，佢就話咧，我哋個大自然世界係可以創造啲嘢出嚟嘅，創造生命出嚟嘅，但係咧大自然出嚟嘅嘢係冇意義嘅，其實係即係你諗下 as such 啊，大自然即係你諗下個宇宙冇人咁啊，咁都有嗰啲嘢噶嘛，咁咧嗰啲係 meaningless 嘅咁啊，然後就調翻轉咯，人咧。佢只能夠創造啲 dead 嘅嘢嘅啫，即係創造啲死物嘅啫，即係藝術品都係死物嚟。但係咧，生仔嗰啲，生仔呢 part 係認為係屬於大自然咯，咪就係大自然嘅嘢嚟嘅咯，咁咯，咁個仔都死物嚟。唔係，即係講緊人嘅藝術創造啦。但係咧，
佢嘅特別之處係咩咧？就係、是、人嘅創造。雖然咧佢唔能夠好似大自然咁樣創造生命出嚟，但係咧佢能夠創造啲有意義嘅嘢出嚟。咁咧呢度就見到歌德同埋 Ricœur 個睇法啦，就係、是、藝術飾演緊一個乜嘢角色咧？就係、是、為呢個世界賦予意義咁咯。咁咧而如果你大概知道二十世紀打後嗰啲歐陸哲學咧，成日講一個 point 就係理性點樣去物化呢個世界啦，令到呢個世界變得貧瘠啦、冇意義啦咁樣。咁咧藝術正正就係一個 counterforce 啊，一個 counterforce 去平衡翻，去令到呢個世界重新回復嗰個意義咯，咁樣咯。咁呢度就見到嗰個。他們會覺得藝術的力量正正就是在這邊的，就不是在你什麼 說理由、啊、那一方面的。那我覺得千實主義就是這條波路的了，不過呢他的方法論呢我就會認為很受弗洛伊德影響，然後 就產生了他那些這麼奇怪 的作品咯。 我想補充一點四哥說過、那個就是、他想嘗試把那個 myth 那個字不要好像即抗衡到、就是、好像跟理性的反面是神話，因為呢個字原先佢都係同另外一個字就係 logos， 即係 mythos 就係同 logos 去對樣咁。我哋唔好講到咁遠啦。其實日常嘅語言入邊咧，其實可以睇到頭先即係體現到四哥講嗰種點解我哋喺日常生活度創造啲人會創造到 meaning 呢樣嘢。即係譬如我哋講點解我哋咁需要呢啲情節咧？其實好簡單，我哋日常生活有好多好細節嘅位，譬如 metaphor。係啊，即係一啲我哋中文叫咩？比喻，係一個比喻咁樣咯，係啊，即係譬如我哋講愛情咁樣，講乜嘢愛情咁樣，跟住然之後你就覺得自己中意咗嗰個人，咁英文有個講法咁啊，就係 fall in love 啊嘛。大家諗，即係如果我哋就咁樣講，好理性咁樣講啦，屌咁你咪即係中意咗嗰個人，咁我冇嘢可以講嘛。唔係好理性咁講，係你嗰啲荷爾蒙啊，即係簡單一句就係咁你咪中意咗佢咯，就係咁啦。咁但係點解要用 fall in 呢一個狀態咧？即係佢好似今次 PK 啦，係啊，即係咧好似有種呢個齊齊黑講係啦，好似有種咧不由自主，係啦，不由自主，好似命運拉扯住你係控制唔到嘅，係我呢個跌入咗去，然之後你係 control 唔到自己，其實係中意咗嗰個人咁。咁你可以如果咁樣去理解嗰種語言啊，即係我哋 suppose 語言都係一啲好 logical 嘅嘢，但係而家根據死哥嘅講法咧，就係我哋其實就算以為自己有一啲好 purely rational 嘅嘢咧，其實背後都有一啲 meaning 係我哋本身加落去，但係我哋因為我哋呢個社會唔興講呢啲嘢，係即係覺得講咁多嘢都嘥氣啊！即係咁你中意一個人咪追一個人咯，但係你個 fall in love 嗰個 poetic 咧，即係嗰個。入邊嗰個 meaning 咧，其實係多咗好多嘢，係啊，即係你會發覺其實日常嘅語言啦，即係我哋唔好講藝術咁大件事先，即係好似或者一個 category 嘅，係直線日常生活嘅一啲好細嘅細節位，其實我哋都係有某種 myth 喺入邊啊，即係點解我哋會用 fall in love， 唔會用其他字去形容呢一個狀態咧？咁樣咁呢啲係我哋需要揾翻出嚟。頭先四哥講過 uncover 翻嗰個 meaning 喺度。所以我補充少少，因為頭先 Tommy 用咗啲字，可能大家未必知，即係我哋傳統會有一隻對，好似 contrast 係相對嘅。頭先一個字係 mytho 啦 ，mytho 即係個神話個字個字根啦，就係 plot 啊個意思係情節啦。另外一個相對嘅字咧，就頭先Tommy 嗰個叫 logos， 即係 logos 呢個希臘字。咁好容易明嘅咧，就係而家英文所講乜乜字咧，就係呢個字嘅嚟嘅 logos logos。咁包括咗咩意思咧 ？logos 就包括咗。語言啦、道理啦、reasoning 啦嘅意思啊，就好似我哋透過語言去講啲道理咧，就叫 logos。所以咧，逢係透過語言去講一套道理，關於啲乜嘢咧，就叫乜乜 logy 嚇。關於生命嘅咪 biology 咯，關於生命嘅用語言講啲理論咪 biology 咯，嚇。關於心靈嘅咪 psychology 咯，係嘛？咁所以似乎咧，呢兩個係 contrast 啊嘛，因為 myth 咧照計就係一啲唔係講理性、唔係講理由嘅嘢，唔係 reasoning 嚟嘅，同 logos 講理由似乎相對啊嘛。係嘛？呢個似乎兩個唔同範疇嘅嘢嚟嘅，但係 Tommy 正正指出咧，就係唔係，就算你講緊啲好 logical 嘅嘢，係 logos 嘅部分啦 ，suppose 其他充滿住譬如語言啦 ，suppose 係啲好 logical 嘅部分嚟嘅，但係都會充滿住其實好多咧係超越於 logos， 就係講 reasoning 咧以上嘅嘢嘅，包括你唔係就咁科學地講我哋點樣愛咗一個人，而係講你要跌落去呢個愛河裏邊咁啦。就愛河仲沖走你添咁樣，你想就遊都唔夠遊咁啦。咁嗰個比喻咧，就似乎係某一種 mythol 嚟，就唔係 logos 嗰部分咯。
咁而呢個似乎 contract 嘅咧，其實 contract 唔曬。有突顯咗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就算最 logical 嘅嗰個思維面向咧，其實人類都仲係有一種講故事嘅需要嘅衝動。而呢句都説明咗點解 Surrealism 會有呢個睇法，就是、因為似乎人類點都有呢個需要嘅。而理性為基礎嘅啟蒙運動咧，似乎覺得唔使啊。但其實唔係咯，我哋點第一就佢自己都可能有一套故事啦。但係其實人類可能點都講到尾係需要一個故事去理解個世界裏邊嘅東西咧，對你嚟講嘅意義。咁而我哋要做嘅係咩？就是、create 翻一套故仔俾我哋。咁呢個就係而家所謂創造我哋呢個時代神話嘅嗰個意思咯，係嘛？咁呢個當然係而家時間可能差唔多係嘛？咁當然再兩個字咋？咁要開始咩咯？因為咁你仲講多兩個字，我哋要俾大家講下啲作品嗰啲㗎，即係唔使你要講，我哋收我 order 要講羅蘭巴特㗎，喂！而家得兩個，而家得兩個字就要講。咁嗱，依度有個 challenge 其實，因為個討論喺度嘅，就係大家有冇聽過個即係法國佬唔係冇食呢個法國五月嘅節目嚟嘅，有一個，咪講啲法國哲學家。係啊，有法國哲學家或者文人學者、思想家，叫羅蘭巴特 ，OK， 好出名啦。Ricœur 都係法國人嚟嘅。係，其實我哋頭先講嘅大部分都係法國人，所以法國。唔係，連 Hotter 都係法國人喎。係咯，所以法國真係有個反啟蒙嘅。法國真係一個好重要哲學嘅角度啊，思想角度、文化大國嚟嘅。我哋今日講嘅全部都係法國人啦，差唔多暫時。除咗弗洛伊德喺奧地利之外，唔係法國人嗰啲冇改名啊。我頭先講好多嘢，唔係法國人嗰啲我唔改名啊。所以 French Media 真係一個好重要嘅機構，大家都係支持啊。咁推廣啲好重要嘅嘢。咁因為我哋跟住講咧，另一個法國嘅重要思想家叫羅蘭巴特啦，即係佢有啲書仔可能聽過嘅，即係譬如文青好中意嘅《戀人碎語》啊，等等啦，嗰啲都係即係羅蘭巴特講噶啦。咁我或者有時作者已寫咗出名講話，都係佢會有份討論噶啦。咁今日我哋想提及嘅係咩？就係、是、其實羅蘭巴特咧，亦都有做過一啲關於神話研究同埋論説嘅。咁佢就好得意，我估呢個可能係構成某一種咧，對於頭先我哋講嘅嗰個 picture 嘅某一種 challenge 嘅。因為頭先 Surrealism 嗰個講法似乎係咁噶嘛，就係、是、哦，現代經過啟蒙運動之後咧，我哋講理性，就好似我哋落即係冇咗某一種古仔，冇咗某一種神話，咁於是唔得，我哋一係咧就翻去挪用一啲舊有嘅神話資源重新詮釋啦，或者創造我哋呢年代嘅神話去抗衡，甚至 replace 翻咧嗰度理性嘅世界觀啦。咁但係，羅蘭巴特會咁樣講嘅，就係、是、我哋呢個年代係咪真係冇神話咧？即係我哋呢個現代理性嘅年代係咪真係冇曬神話咧？咁樣咁羅蘭巴特嘅答案就話唔係啦，因為我哋其實有神話嘅。咁佢講一啲例子啊，咁好簡單講就係、是，譬如舉個例，我哋好多大眾傳媒、傳播媒介啦，譬如電視機咁啊。佢嗰時啱啱出現電視機啊，如果大家上去睇個展咧，其中一幅畫我覺得好正，就係、是、講大家好似一啲好原始部落喺度崇拜緊啲嘢嘅時候，但係崇拜對象係咩嚟嘅咧？是一個熒光幕，就係佢個年代啱啱開始有影像嘅媒介，譬如電影或者電視咁啦。佢發現其實我哋唔係完全冇神話嘅，其實好多神話咧係透過我哋呢個資本主義同埋消費主義嘅呢個社會同埋呢個背後嘅嗰個意識形態啦 ，create 咗好多神話出嚟嘅。傳播媒介都係其中一種啦，係啦，即係大家可以諗下，而家你好興追偶像咁樣係咪咧？咁樣可以諗。咁但係另外除咗呢啲仲好多噶，譬如包括舉個例，我哋對某啲嘢咧係有某啲特別。崇高的 meaning 俾佢啊，譬如嗰個例，嗰個年代可能可口可樂咁啦，係去到後屘可能係譬如 iPhone 咁啦，某一啲品牌咁啦，即係你可以諗嘅，會唔會喺佢哋，我哋唔係淨係當一個產品咁簡單，係對佢有某一種崇拜，有某一種膜拜，甚至麥當勞，你可以諗麥當勞啱啱嚟香港嘅時候咧，係受到極大嘅衝擊嘅，我哋大家可以查翻啲即係亞洲歷史咁啦，真係喎，即係變咗好潮，係一種完全唔同嘅生活形態嚟嘅。是有一種神話式的存在嚟嘅，係一個。咁而羅蘭巴特正正就講，其實依家即係我講嘅，而家都有喎。依家啲人咧買嗰啲蘋果嗰啲咧，佢會話你個信仰值幾多錢啊？即係你有冇聽過啊？佢哋係你買嗰個牌子係買你嘅信仰啊！即係都有呢個講法。或者舊一講話就係蘋果一種生活態度嚟噶即係生活就係好似啲教徒嘅生活態度，就係生活態度四嘅年代啦。同埋佢哋會睇你係咪用蘋果咯，即係都唔係我啲教徒教友嚟嘅咁樣。但個 point 就係羅蘭巴特會想講，其實依個就係現代人嘅神話咯。即係現代人唔係完全冇神話嘅，喺我佢一定一樣會咧有一啲由資本主義同消費主義俾我哋嘅東西，去確立咗好多我哋對個世界嘅理解啦，同埋啲東西嘅意義嘅。不過個對象唔係某一個神，唔係某一堆超自然嘅力量。而是買一些商品，買一些明星，
某啲活動啦，某啲公司啦。咁如果有，所以佢同一時就會講唔係冇神話，係有嘅，就唔似係超現實主義個講法咯。所以甚至佢會有個好得意嘅講法，或者我會咁樣思考佢可以就係、是，其實嚴格嚟講咧，嗰啲商品化出現嘅神話咧，係理性運作嘅極致嚟嘅。即係其實點解會有嗰啲嘢咧？就因為有啲人要賺錢咯，好簡單講啫。即係如果你要最大化你嘅 profit， 你嘅利潤嘅時候，你點啊？咪諗辦法將你嘅 product， 不如個 product 係一個人啦，一間公司，一個產品啦，將佢變成某一種神話式嘅存在，要做廣告啦、marketing 啦、branding 嘅方法，令到佢變成某一個神話，從而可以最大化你賺到嘅錢咯。所以如果用翻頭先中世紀咧，就個關係逆轉咗。中世紀就係、是、哦，理性咧就係、是、神學嘅一個婢女。依家咧就調翻轉咯，理性首先就係資本主義嗰個奴隸啦，然後再嚟咧就係、是、佢、可以差遣埋我哋個神話，差遣埋我哋點樣製造意義出嚟，最後攞嚟服侍翻呢個資本主義市場咁樣。係啦，即係譬如。現實生活其實有頭先，即係嚴叔講嗰啲品牌啊，或者明星啊，其實你都可以想像佢係一種藝術方法去佢製造呢個品牌。譬如我講起呢、這個，你頭先即係嚟之前我都話嗰、那個 collage 咧，嘅拼貼咧，你諗下嗰啲廣告啦，即係乜乜家私嗰啲廣告啦，我啲廣告其實冇人屋企係咁樣噶嘛，但係佢會砌咗一個，佢會將佢自己啲產品砌到一個。哇！你覺得哇 ，OK 又咁樣好靚喎，咁樣跟住覺得自己買咗嗰樣產品咧，就會係好正，我屋企都變咗咁靚咁樣。咁或者其實就連我哋連娛樂都會有呢個意識㗎。我頭先先同嚴叔講話咧，即係個 collage 嘅概念咧，即係侏羅紀公園都係咁啫嘛。佢拼埋嗰啲好多奇珍異獸嘅 jeans， 跟住整嗰只好勁嘅恐龍出嚟咁樣，然之後吸引啲人嚟。跟住當然啦，那個即係史提芬史夫就覺得個結果係災難性啦。咁但係其實都係呢樣嘢，就係、是、我哋為咗即係個商人為咗賺錢，或者資本主義為咗 maximize 佢嘅 profit 咧，佢就會整到好多好似好正嘅嘢，好似好稀奇古怪嘅嘢。但係佢最終一個目的就係話俾你聽，其實佢最重視嘅就係有冇 utility， 佢俾到你一個感覺就係好有用，好好啊。呢啲咧營造呢個感覺。文化研究講好多嘅喎，即係咧你留意一下。我而家覺得我哋今時今日明星開始衰落嘅，我嘅個人意見認為係。但係咧，你睇翻再之前啊，互聯網冇咁流行嗰陣時候咧，嗰啲明星嘅宣傳方法啊，其實係用咗好多宗教元素嘅，即係好多宗教藝術嘅元素，令到佢好似同常人係唔一樣嘅。佢地位仿如聖母啦，仿如麥當娜啦，仿如耶穌，用好多譬如佢啲 lighting 點樣影嗰啲相啊，用啲乜嘢 symbol 啊，就好似做到一個神嘅感覺咁樣咯。麥當娜嗰時撈亂咗，你講咩？我諗麥當娜好似都係明但，但係我覺得係㗎，即係就不到而家都有啦，好明顯。甚至你可以話我哋有時都自己想利用呢啲方法做，有咩？不過我哋失敗嗰只係。唔係啲主辦單位想用呢個方法啊。你又點？點知唔 work 啊？喺我哋身上唔 work 啊！即係你要有個底噶嘛。唔係個底唔 work。唔係 French Mail 好純粹嘅，唔係咁。French Mail 好好嘅呢間嘢，唔係咁嘅。但個 point 係啦，但個 point 係，如果羅蘭波特呢個講法成立嘅話咧，會出現啲咩後果咧？就係、是，喂，你原本以為咧神話係一定係抗衡緊理性噶嘛？你以為兩個 contrast 噶嘛？佢話俾你聽唔係嘅，然之後成即係佢冇 exactly 咁講，但係你咁樣分析嘅話，其實唔係嘅，因為其實你就住資本主義邏輯咧，推到最盡，因為好 logical 嘅，我要賺最多嘅錢，於是我會咁樣安排所有嘅廣告啦、marketing 啦、銷售策略啦，於是形成咗某啲神話。所以神話聽到唔 exactly 係同理性相反嘅，佢甚至係服應於呢種理性嘅活動之後嘅一個結果嚟，佢都冇種神話出嚟。所以個流落嚟嘅 challenge 對 surrealism 可能係咁嘅，就是、有冇可能真係有一種神話係唔係服應於理性嘅？我唔係完全俾資本市場邏輯所控制嘅，但你可以突破到呢樣嘢，使得人類有一種真係解放式嘅藝術、解放式嘅神話係可以突破到理性嘅巢構咧咁樣。我覺得呢場仗係好難打嘅，即係咧，你諗下即係最初的確係嘅，超現實主義嗰啲作品都係啦。我嗱講少少，即係我覺得超現實主義想點咧？佢其實就打理性啊嘛，即係所以咧，佢要畫一啲或者創造一啲好唔 logical 嘅嘢，企圖咧擾亂我哋嗰個理性思維，從而將我哋嗰啲慣性嘅思維方式打破佢啊嘛，嘗試咁啊嘛。但係咧，
哇！我覺得資本主義世界實在太勁啦，任何嘢都可以成為商品嘅。哇！大佬，你嗰啲Madrid 嗰啲已經變曬做商品噶啦喎，你可以買到嗰啲電話咧，即係而家 iPhone 咪有個唔知牌子電話殼嗰啲嘅，勁多藝術品喺入邊噶喎。即係佢做呢啲，其實連捷古華拉都可以做一件潮 T， 馬克思自己幾多次係馬克思個樣。但係馬克思反緊資本主義啊！係啊，哇！即係嗰個例子就係我去英國，我成日講嘅，我去英國探馬克思個墓啊，即係要探佢班啊嘛，係要收場費㗎，即係而且唔特別平啊，即係俾唔到錢咧，唔係按市人運作咧，你係唔可以去參觀同埋陪下馬克思去探下佢啊！即係你話呢個世界幾咁厲害，就係資本主義食埋嗰啲反資本主義嘅嘢落去自己度咯，變成佢一部分咯。係啊，所以馬克思好重要㗎，佢反資本主義乜乜，所以你俾錢收入嚟睇佢嘅。所以我覺得是很難的，即是這件事，因為 它好像總是可以消化到你咯，即是去到最尾，但是我覺得啦，即是在藝術創作的領域就看你最初你可以怎麼做，即是有些啦，即是我經常跟藝術的朋友談，他就說那些人做的是什麼，他原本就已經target市場，即是 有一種這樣的人的話，即原本就我為什麼畫這些東西，因為我知道這些東西好賣，這樣，但有另一些不是的嘛，這樣咯，那這個就看藝術家可以怎樣做咯，就是，但是很困難的。那我講個例子，超現實主義 Dali 呢，他其實是後來他是很紅很紅的，他是一個明星來的，其實是變成了，跟著呢結果就點咧？俾人唾棄啊！就係，是，喂，大佬，你做呢啲嘢出嚟已經冇咗嗰度力啊！即係你唔係話，即係因為超實主義其中一個理念就是反資本主義嘅，但係咧佢完全無縫接軌同資本主義，即係佢做啲嘢係極度好賣，然後勁多訪問啊，電視節目又走去揾佢上去玩遊戲嘅喎，YouTube 有一睇，好好睇啊！即係咧有個美，即係去咗美國啊嘛，佢有個節目就係古蹟業啊。跟住咧，佢就係坐喺度俾人哋估職業咯，即係跟住佢答啲嘢就啱喎，跟住好笑嘅，即係呢個係。但係咧，佢好似你諗下，喂，你唔係反資本主義嘅咩？你走咗上呢啲咁樣嘅即係綜藝節目嗰度玩喎，咁樣即係所以係幾困難咯。呢一場仗你要打嘅話係。唔緊要，我都想反資本主義㗎。可唔可以？唔係窮，窮資本主義可唔可以吸納埋我？唔係，你搞清楚，窮唔等於反資本主義。窮成為了那個理由，是 窮成為了個理由啊！其實覺得你只是窮啫喎，你唔好即係，所以我不是反資本主義。唔係，如之支持資本主義，佢先會有呢，這個覺得自己窮有問題的感覺。所以睇下唔係我反資本主義咯，係資本主義反我，搞到我咁窮。係啊，咁但係我咁樣留咗尾巴，可以大家思考嘅，就係，是，究竟如果 socialism 真係想做呢樣嘢嘅，係可以要反對理性嘅某種局限嘅。而理性其中一個展現就係體現喺一方面係科技啦，另一方面體現喺資本主義嘅邏輯上面啦。咁究竟有冇機會 socialism 可以揾到條路，係仍然可以真係做到某一啲新嘅神話，但同時嗰啲唔係一啲 serve 唔係服務於資本主義邏輯、市場邏輯、商人等等嘅資本家嘅一啲咁嘅神話咧，有冇可能做到咧？如果有的空間幾大咧？呢個係個重要大家諗嘅課題。我諗我哋擠翻喺個藝術史嗰度睇咧。未完咯，可以話呢一個即係呢一個思維，即係我覺得超現實主義個好重要嘅貢獻就係佢話俾你知藝術同埋理性啊，可能係做緊一啲好唔同嘅嘢啦，即係首先係咁啦，然後下一步就係藝術點樣喺我哋而家呢一個咁樣嘅世界入邊，我哋太過僵化嘅思想點樣可以開啟咗另一啲。思維模式咧，這個經驗才是藝術要帶俾我哋嘅嘢咯。咁結果，我估直接或者間接啦，到後來衍生到而家嗰啲 contemporary art 咧，好多時就係要擾亂我哋正常日常嗰個生活秩序。咁咧，佢哋個思維更加勁噶咯，就可能咧嗰啲藝術品咧就唔係喺個博物館嗰度發生噶咯，因為咧你諗下喺個博物館入邊發生咧，佢已經有一個框住你，你要咁樣睇啊！呢啲咧，Heidegger 嗰啲作家就會話，你已經係收服咗佢，佢冇力噶，你咁樣，佢應該喺個生活場所嗰度發生嘅，所以咧你會
見到咧，依家好多 contemporary art 令到人哋摸不著頭腦啦，就係無端端喺街度跳拍舞啊，搭下地鐵又念詩啊，即係其實喺呢啲場合就係做乜嘢啊？你嗰下嗰個震撼先大啊！就係我哋慣常係咁噶嘛，喺個日常生活世界。但原本個世界觀同價值體系咧，食唔到解釋唔到你做嘅嘢咯。而呢一個經驗嘅衝擊係好重要嘅，因為佢擾亂你既有嘅秩序咧，令你有一個重新 rearrange 個睇世界方式嘅嗰個可能。所以佢會襲擊我哋嘅日常生活啊！就因為越嗰件嘢幾怪都好，佢你喺藝術館入邊你 justify 咗啊！雖然我唔係叫你哋唔好去藝術館，即係呢個都係，但係你見到個藝術史嗰個發展咯，佢就係要反常識，要衝擊我哋慣常嘅思維方法。我覺得呢個係。它影響到後來的藝術史發展一個重要的東西，所以就算你不相信潛意識的整個心理分析的學說，甚至你覺得理性 和那些潛意識不是這樣的關係的，但它仍然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就是帶出了我們可以怎樣做藝術，藝術可以有什麼功能，就是它似乎可以帶來某一種對我們日常生活的體驗的衝擊，去重新令我們 rearrange 我們的世界，這個是可能它特別突顯到的某一個角色來的，之前可能沒有那麼作為一個主題咁明顯就帶出嚟咯，好需要，即係我咁係而家我哋即係呢個資本主義已經充斥住我哋真係方方面面嘅生活入邊，我哋其實更加需要有呢一樣嘢去做一個抗衡咯。即係細哥話齋，即係長仗係好難打，但係總會有呢啲嘢會出現咗。但係個問題就係可能我哋。有陣時咧，太快就已經 judge 咗嗰樣嘢，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四哥講喎，咁我哋無啦啦事喺地鐵跳 part 舞咁樣念詩咁樣，咁我會覺得我哋個 friend 做過，係啊，即正常都會覺得佢係咪傻傻地啊？或者即係我用社會學嘅會講呢啲叫 deviation 啊嘛，係啊，即係就係唔啱規矩嘅一個人。咁但係藝術就係唔啱規矩咧，即係佢就係想講，因為我哋嘅理性就係要講求高度嘅 order 同 organize 所有嘢。但係呢啲嘢會限制咗我哋思想嘅自由流放，而我哋思想自由流放咧，即係如果唔能夠自由流放咧，係對我哋人生係有一個好大嘅限制。咁所以我諗呢一樣嘢好值得我哋諗，即係應該去點樣去重新思考人生同藝術嘅關係。好，咁我估我哋今日講我哋講嘅部分差唔多啦，但係應該仲有半個小時咧，係開放俾大家問問題啊、討論啊。等等嘅，咁所以係嘛 ？OK， 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啲咩問題，或者唔使問題，有啲咩想 share 啊？即係話原來我喺地鐵跳過舞嘅咁樣，或者巴士嘅時候同隔離嗰人念詩咁樣，有咩反應嘅咁，都可以同我哋講嘅。咁我哋可以一齊傾，一齊 share， 咁睇下大家有啲乜嘢想發表、想 share 俾大家嘅，想問問題當然都得啦。我哋一齊討論，咁可以舉手示意，我哋有專人嘅同事係啦，攞個麥俾大家嘅。有冇會有問題？誒有好彩啫，幾驚我哋好冇面啊！多謝你。我係咪安排嘅？唔係，呢個未係住嘅。你好，我啱啱因為上咗去睇嗰個超現實主義嗰個展覽，但有啲疑問，即係譬如因為我就諗緊，譬如我睇到幅畫，咁我見下底有啲形容，我就諗緊我應唔應該睇咗嗰啲形容先睇嗰幅畫，因為我就擔心，譬如好似頭先聽你哋解釋就話啊，可能超現實主義就想反啟蒙，即係可能想。類似勾起自己啲潛意識，但我就擔心睇咗下底啲形容之後，就俾個形容框咗咁去理解幅畫咁樣，我就唔知你哋點睇咧。其實好直接嘅，個藝術家畫嗰幅畫嘅時候，佢有冇寫嗰啲字啊？你諗下，即係佢唔 suppose 有啲字去即係做一個 compliment 去講嗰個畫嘅應該，咁所以。我好直接咁樣答你，係一定會有影響。如果你睇咗一啲字，或者甚至乎你上網 Google 下先，我今日要去個展覽，我驚自己咩都唔識咁樣，跟住我就要去睇下咁樣。咁其實好對你嗰個 experience 係一個幾決定性嘅影響，就因為你知道咗某啲，或者你知道某一個講法之後咧，你就會有嗰個框架去睇嗰啲嘢，你就會比較難擺脱嗰啲嘢咯。或者你同 friend 講啊，我去咗嗰度乜乜乜咁樣，其實你同佢講翻嗰個 description 咧，可能係你 Google 完或者睇完嗰啲字，然之後嗰啲 description 嚟，唔係你真係 personal 嘅 experience。咁我唔知謝哥啊，嚴叔點。所以 Tommy 呢個講法就係、是，如果有啲人未睇嗰啲展咧，聽咗我哋呢個 talk 之後咧，即係喺度嘅大家，就可能已經 distort 咗啦嘛。係啊，原來 sense 你哋已經有一層面，有一陣嘢影響咗咯。係啊，所以我幫你擺喺最後。
唔係啊，講冇冇嬲我哋衰 ，fans base 真係好好啊。唔係我啲補充嘅，得罪曬所有人同你。唔係我真係有啲補充。Tommy 嗰個完全認同啊，即係一定係透過睇某啲描述，有某啲人教你點樣睇咧，所謂教啦，或者某啲方法解釋嗰啲作品咧，你一定會俾佢限制咗咯，因為冇辦法噶，一定會噶。咁但係又調翻轉喎，我又覺得有時候又唔係完全冇啲係好嘅，因為你如果完全冇任何合適嘅切入點咧。有很多作品是不知道做了什麼的，不知道一個點是你完全不能夠產生任何 meaning， 那又未必好的，你問我說什麼？那我會覺得是這樣的，有幾樣東西可以帶出來。第一就是、你看那個藝術形式和那個流派自己那個背後 的想法的，有些藝術形式有些藝術流派呢是真的本身比較依賴那種說明的、嗯、即我不覺得有些人會覺得喂你逢人要說明的就是傻的，我又不覺得的，即有些流派可能是本身依賴多一些說明的時候呢，可能你其實是 welcome 呢去看一些說明或一些背景切入才去看它的，尤其是某些藝術的作品本身在回應那個藝術史裡面前面的作品，你完全沒有背景你怎樣看，你會不知道做什麼，這個是第一個論第一個 point。 但第二個 point 就是我會覺得很多時候我看展我會是怎樣呢，就是我是未有知識之前會看的，很多時候所以有時候真的不知道做什麼，但我想保留某一種我很原初跟它 的相遇，浪漫一點這樣說，我想即係個初心咁，好似有個 first impression， 我想有嘅。但同一時間，我唔會阻止自己嚟問我嘅話，就係、是、慢慢之後再睇多啲嘢咯。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慢慢好得意嘅一個藝術進升嘅過程嚟。即係進升嘅先唔一定你越嚟叻，即係有個經驗上嘅變化。就係、你最初睇望背景知識，睇到某啲感受，跟住又再睇唔同嘅切入點，其實可以有好唔同切入點嘅，甚至你用唔同方法睇去切入咧，其實嗰個作品會唔會會俾到唔同嘅 meaning、唔同 experience 你？咁所以我又唔會限制自己，因為有時候咧有啲好勁嘅藝術評論咧，係令到你睇到一啲帶到你睇到角度咧，係之前冇諗過嘅，你唔識咁切入嘅時候，其實你嘥咗個作品嘅某一個可能性嘅。所以我又會調翻轉就係、是、咧，我會有自己完全冇任何背景啊，我所以冇任何背景完全冇啦，個背景就係你自己咯，即係僅有你自己嘅世界觀，你自己既有嘅諗法噶嘛。但同一時間，我又會嘗試之後咧，慢慢睇到啲唔同嘅 critics， 唔同嘅討論，去再睇到佢一兩次、三次咁咯，即係睇戲。即係用啲 common 啲嘅方法，就係睇完都一樣噶。你仲咪睇到啲唔同影評咯？個個影評嘅 focus 唔同，你再睇之後睇到唔同嘢，睇二個影評又睇唔同嘢。你慢慢嘅時候就會令到嗰個作品越嚟越豐富，睇到越嚟越多嘅嘢咯。咁我會比較從呢個角度去諗，就係、是、佢會係一個限制。但我覺得其實你任何嘅前設、任何切入點都係個限制嚟嘅。我反而會嘗試多啲唔同嘅切入點，令到可以從多啲唔同嘅限制去睇佢咧，令到個作品會更加豐富咯。我自己嘅傾向係、我其實。基本上完全贊成嚴叔嗰個講法同埋個策略嘅，但係我想補充啊，我指出一樣嘢啦，就係呢度涉及到藝術哲學有個爭論啊，即係咧究竟我哋有冇 innocent eye 啊，即係咧我哋會唔會唔受任何干涉底下可以呢、這個先係最原初嘅藝術作品嘅欣賞，而且咧有一種講法就會覺得喂嗰幅作品係好嘅話，佢自己會講噶嘛，佢自己就係一個自足嘅存在嘛，你做乜嘢又要加把嘴落去咧？加把嘴落去就會即係一係就佢講得唔夠好啦咁樣，一係就令到你個經驗受到干涉啦。即係你有諗起有啲人會話，有啲人喂你好靚仔喎，不過你靚仔得好含蓄咁樣，即係咧幫我解説下咧就知點解我靚仔啦。即係你覺得靚仔方面似乎冇噶嘛？你睇睇到唔靚仔，唔通解完之後靚仔咗咩咁樣？咁藝術有冇可能咧？嗱，我繼續講，即係我就唔贊成呢種講法嘅，即係我認為人係冇一個innocent eye 嘅，即係咧你就算你冇任何背景知識，你走去睇，你都有你自己嘛？你講法就係、是、你係咩時代嘅人啊？你對嗰啲 symbol 係唔同，即係你設想下一個古時嘅好 primitive 嘅人見到個蘋果，同你今時今日你見到個蘋果已經係完全唔同嘅 meaning 噶啦，係嘛？咁咧，所以咧一定即係全世界咁講啦，你一定有啲 understanding 已經存在咗先，跟住咧結果係點咧？結果你其實係用緊而家你身處嘅世界啦嗰、那個 understanding 嚟睇個幅畫咁樣，或者嗰個作品咁樣咁咯，所以無可避免係。我哋總係帶住一啲嘢去睇嘅。好啦，咁、那個問題就嚟啦。好多時咧，我哋睇藝術展啊，嗰啲嘢咧，其實係唔屬於我哋個世界嘅。嘅其中一個意義係咩？就係、是、時代上有一個差距咯，就係話我哋而家睇超現實主義，我哋而家睇畢加索，我哋已經唔係喺嗰個時代，我哋冇嗰扎 pre understanding， 所以咧
佢嘅目標嘅對象咧，可能係佢嗰個時期嘅人嚟嘅喎。咁咧呢度就有個落差咯。結果咧，你就用緊我哋而家呢個眼嚟睇，要有幾超現實啫？即會咁噶嘛？我覺得呢個係好正常嘅反應咯。推波人咁咯，我覺得佢我睇嚟睇去啲都係咁啊。嗰個年代其實好超前嘅，可以係。係啊，係啊。所以咧，我會覺得，如果真係一啲 contemporary 嘅作品咧，就真係可以用翻我哋依家喎，而嗰個感受可能係更加直接喎，因為佢嘅 target 就係我哋啊嘛，即係你搭下車有人念詩，呢啲你唔需要，你真係唔需要咩背景知識喎，因為佢嘅 target 就係我哋而家呢扎現代人，你有呢一扎嘅背景，你就可以欣賞到。但係當嗰件作品同我哋有一個距離嘅話咧，我就覺得唔得咯，所以我其實調翻轉嘅，我係做足功課先睇嘅好多時，因為唔做功課睇，我以前讀書就係咪就係咁咯，跟住我個人又目中無人啦，妖垃圾廢咁樣，跟住其實個答案我梗係謙虛咗啦。個答案係咩啊？真係噶，讀書使人謙虛，係啦，讀書使人謙虛。而家我明白點解啊？個原因就係你隻眼廢啊！即係真嘅喎，你冇呢隻眼，你點樣睇到呢啲嘢咧？即係有啲人就話嗰啲嘢好悶喎，係你悶啊！唔係真係噶，你要對嗰樣有興趣，你要有一啲基礎，你先可以對到嗰樣有興趣噶嘛。咁你個人悶，你咪睇出嚟乜鬼嘢都悶咯，係嘛？即係你個人多嘢咧，你又可以對嗰啲嘢有一個興趣咯。睇藝術品一模一樣咯。我覺得個 background 係重要。令我諗起嗰個笑話就係、是、令我諗起有時候啲人點食啲嘢周圍都冇味咁樣，其實你自己脷胎太厚你以為啲嘢點解嗰個身體冇味嘅啲嘢，其實你嗰個身體唔好，脷胎太厚，食咩冇味？擦埋個條脷。但我再補充先，即係咧但係咪一定要有翻嗰個歷史環境？補充了那些知識才叫做最好的欣賞幅畫呢，那又未必，但是我覺得 at least 啦，你知道他在藝術史的地位的話，我覺得這些知識要是需要的，即是我以前完全不懂看的，即是整個藝術史，跟著我學了一些藝術史知識之後呢，我才發覺哇有什麼那麼厲害啊，即是那些譬如印象派出來有什麼那麼厲害，畫到蒙查查的，跟著你就是 要有這個基礎，你就知道他有什麼那麼厲害。但是呢就到嚴肅後來的那個 point 就是，但是我們可不可以不根據那個background 來去閱讀那個作品呢？因為喂，他已經不是我的時代的東西了，是不是？那 我要跟他產生一個關係，他要在我現在這一刻在這個時代或者在我的人生裡面，我要在這裡得到一些東西，除了這一部分之外呢，可能呢是要有另一種的 interpretation 的，那所以呢這裡牽涉到另一個藝術哲學的問題，究竟那件作品是不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呢，還是藝術作品其實是涉及詮釋才是藝術作品呢？那有一個哲學家叫 Dental， 就是專搞藝術哲學的，接著 他的講法就是任何東西如果不涉及詮釋，它只是一件 object 來的，它不是藝術品來的。你它要成為藝術品呢，是要有一件 object 再加上一個 interpretation 的角度，這樣那就有一個 consequence 很重要，就是咦，如果同一件東西如果有不同的 interpretation， 那件東西就不再是同一個藝術品，雖然它是同一個 object，但就是不是同一個藝術品。所以呢其實後來的 我們可以看看不同人的評論，這些其實是令到我們豐富了對那件 object 的看法，從而呢可能它變成一件 modern world work 的，即是可能很多年前的，但是經過一個新的 interpretation 之後，它就變成一個現在的新的藝術品了，這樣其實有即係 contemporary art 就有啲例子，即係譬如 Andy Warhol 嗰啲咁嘅洗衣粉盒咧，其實佢唔係一件 object 嚟嘅啫嘛，但係咧經過 Andy Warhol 嘅呢一個處理之後咧，佢就 interpret 咗啊洗衣粉盒係啲乜嘢嘢咁樣咯，咁就更新咗嗰啲嘢嘅意義。所以我自己就認為，無論如何，我哋無可避免一定係會有我哋依家嘅諗法加咗落去嘅。所以咧睇藝術品，就不是只是你現在這個想法，我們還要有其他東西就可以豐富我們看那件事咯，所以我都是覺得看藝術史都是要看書的，即是去到最後 我真的是這樣看的，或者看我們的 video 咯，因為我們都看書，根據剛才嚴叔說就可以跟不同的面向，除了剛才你說 exhibition 那些 caption 那些 text 之外，對於那件藝術品有個基本認識啦，所以我們的第一場 talk 其實我們就會從一個，因為這裡不是藝術館嘛，所以我們從一個較為
直接的面向，所以我們請了韋一空教授從一個西方藝術史的角度來講超現實主義的。因為今次的展覽大家比較特別的位置就是其實它 involve 的 artist 其實很廣，除了有 artist 之外還有不同的社會學家、哲學家的，所以其實就不是一個純粹是從藝術角度來講今次的展覽，所以但是都是有所以基本認識是由哲學史開始啦。之後因為其實入面還有很多不同種類的art form， 譬如有相咁樣啦，所以我哋琴日咧啱啱 release 咗一條 video 咧，就淨係講相片嘅。咁講相嗰度咧，就真係從一個好factual 嘅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帶大家去翻1920年代、1930年代嘅法國巴黎，或者超現實主義和整個攝影的歷史咁樣開始講嘅，咁就講翻就係、是、即係去翻當時的 context 咁樣嚟睇咯。咁所以我會認同就係你睇得多咧，你會了解得多，你就會更加可以 read 到嗰幅畫嘅。咁我哋全部嘅 talk 啦，全部嘅 video 咧，上我哋 Facebook 都有曬嘅。所以個結論係咪睇完呢啲 talk 個展會更好睇嘛？係咪？係啦。咁所以我就咁睇完一次之後咧，再睇啲 talk。即係有啲新嘅理解，就再睇個展咧，又有多啲新嘢喎。其實照 Dan 頭講法，你睇緊另一個展啊，因為你有一個新 interpretation 啊。不停提升咯，係啦，你就會係咯，尤其是係咯。係啊，會有其他問題啊？喂。因為頭先聽即係聽超現實呢啲咧，佢係因為係點樣講咧？因為係啟蒙嗰啲時候再。跟住再發展出嚟噶嘛，但係我就係諗緊可能一啲可能關於 art 嘅嘢，可能就係因為有睇可能四哥你講話 conceptual art 嗰啲啦，同埋直至我近排讀書又讀啲符號學咁樣，佢喺度講緊嘅係包含曬嗰啲本身自己有個 meaning 嘅嘢，即係我哋睇過去，佢已經俾咗個 meaning 我哋啦。咁我哋如果以我真係唔識呢一樣嘢去到睇呢一樣嘢嗰個位咧，我自己去到再有另一個諗法，咁我就唔算唔算係唔稱，即係唔適合話好，即係咩咯？唔適合話好睇到嗰一樣嘢嗰個位咁啊，因為。始終嗰個思想係自由噶嘛，就算係好似超現實嗰啲咁樣嘅話咧，佢都係由佢講出嚟，而我自己係有唔同睇法噶嘛。咁呢一樣係咪都係我問題或者咩咧咁樣？即係個係咯，總之係，即係係係。即係個問題係咪話就係、是？咦？如果我冇呢啲知識，我唔知嗰啲符號咩意思。咁我睇咗嗰啲嘢嘅時候，我有自己嘅諗法。你就問呢一個諗法。誒會唔會話唔啱咧，或者唔稱職咧？我作為一個讀者，會唔會曲解咗佢咧？咁樣咁樣，因為始終係一個 object 嚟嘅啫嘛，佢咁我自己睇法噶嘛，嗰一個位係係咯，你點睇先啦？不如咁高級嘅四個你回應，唔係我咁我講啦，我可以講嘅，四哥講先啦，不如我講先。你有冇啊？你哥講先我嘅睇法就咁樣嘅，即系咧首先我唔認為有任何嘢可以阻礙我哋個詮釋，即系我哋嘅睇法，呢個係完全自由嘅。不過咧有個條件咯，就係、是、即系我哋個睇法可能好廢咯，即係好似我以前唔識藝術史咁樣啦，跟住我見到嗰啲好靚咩？唔靚喎，垃圾。咁呢個都係我嘅詮釋嚟嘅。而如果我係咁樣睇嘅話，我用我已經有嘅好貧瘠嘅 background 去睇嘅話，結果就係我唔可以喺度得到啲咩有價值嘅嘢，就係咁。即係咧，我冇離開到或者增長到自己嘅世界咯。其實就係咁咯。咁咧，所以我會覺得有其他嘅講法，跟住咧我符合咗呢個講法。符合了呢個最低的知識的要求去看的話咧，我係能夠令我得到得更加多嘛，咁啊嘛，咁所以我會覺得咁係好一啲咯。或者我用一個哲學家嘅講法，即係有個叫 Umberto Eco， 佢講詮釋呢一啲咁樣嘅嘢。佢講法就係每一個 text 啊，即係每一個作品啊，你當每一個作品，即係佢由符號組成噶啦，都有一個基本門檻嘅。其實係咁咧，你要。真係讀到佢嘅話咧，你要符合呢一個門檻。咁你符唔符合呢個門檻？你讀唔讀到啊？你讀到，
但你不是讀到它，其實是你用緊它，你是用你即是你用 你自己的個慾望，用你自己的意欲來去挪用它，結果呢你遺失了的是什麼呢？看不到這件事的個意思咯。那所以呢、我會認為看任何作品都是的， 我自己比較高要求，就是你要符合了那個基本門檻，跟住你才可以看到看到啲嘢出嚟咯。咁咯，我嘅睇法就係、是、係我或者我講翻，即係如果你睇翻頭先死哥講嗰啲嘢咧，你用翻佢嗰個經歷啊，佢睇嗰件事咧，其實可以咁樣理解嘅，就係、是就算你而家咩都冇咁樣，咁我覺得都唔構成對於我甚至乎覺得冇呢個門檻嘅問題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一定要隨時 ready， 你係可以有第二個 interpret， 你 open to。你的 interpretation 可以繼續豐富下去，因為四哥頭先嗰個講法就係、是、佢以前其實有少少封閉嘅，就係、是、覺得佢有乜咁叻啊，有乜咁好睇啊，有乜咁靚啊。咁但係後尾嘅轉變，你見到就係因為佢 open to 一啲新嘅嘢，佢肯瞭解多咗。其實呢啲係會 shift， 令到你 shift 咗你自己 interpretation。咁你需要即係、就是、你即使覺得而家好似我好似嗰個都係 object 嚟啫，我都可以有自己 interpretation 係，但係你要知道你嘅 interpretation 唔係。唯一只是在这一下度有，而不可以变，不可以改。那我想其实四哥的人生 的例子就是其一个几大的 insight， 可以告诉你听。所以你不是你用紧他嘛。是啊，我用紧他咯。是啊 ,OK， 用紧四哥。是啊，就是这样。是啊。我覺得講兩句就係、是，我即係問一個問題啫，就係、是、你會覺得你同佢嗰個符號本身嘅意思有啲出入啊嘛？係啊係。一問點算啊嘛？我問一個問題啫，就係點解知道符號本身嘅意思啊？即係個 work 本身個意思喺邊度嚟嘅？咁當然其中一個好 common 嘅答案就係個作者嘅原意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就於是可以問一個問題，咁因為真係太大，我就未必開展啦。但係點解作者原意咁重要啊？即係我有時會咁樣諗嘅就係、是，如果我作品本身係可以有一啲好勁嘅 interpretation。尤其是擺喺第，尤其是最主要係一啲離開時就好遠嗰啲啊，即係因為你而家睇翻中世紀咁樣嗰啲咧，佢唔係唔勁喎，但係你用現代睇嘅時候，你佢冇咗嗰個當代嗰、那個年代嘅時候睇到嘅嗰個嘢，咁嘅時候係咪就覺得喂冇、意思咧咁樣？咁我覺得係唔係喎？好多時候啲人會嘗試做啲咩，就係、是、嘗試將作品擺喺個新嘅年代、新嘅地域、新嘅處境，去令到佢出現一啲新嘅 meaning。咁呢個問題就係在於，咁但係當然呢個同當年嗰個作者嘅諗法好唔同啦。他根本就不 expect 會有這些符號的意思啦。那我問題就是，那是不是為什麼不行呢？有些人會覺得反過來說，在藝術的詮釋裡面，重要的不是個作者，而是作品本身。如果你尊重個作品的 individuality， 他有自己的生命力的時候，我為什麼他放在第二個 context， suppose 綻放出更多正的 meaning 給你的時候，為什麼你不用在這件事發生，要限制在那個作者原意上呢？咁咯，咁呢個所以即呢個係一個大 debate 嚟。咁我哋有幾需要緊跟個作者原意，有幾需要應該讓佢 free from 個作者，等個作品自己綻放自己魅力。咁呢個就可以詮釋嘅，有得討論嘅。咁但係我只係 put 個問題出嚟，大家可以諗下，呢個係一個大嘅問題。因為點樣講咧？因為有啲關於拜厄嘅字，即係心理學嘅字，有一個希臘神話係一個嗰個自戀嗰個人而整造變成自戀呢一個症狀。納西斯係納西斯嗰個水仙嗰個仙子啊嘛。我從來唔識讀嘅，因為我都唔識讀。係我都係 S 㗎。唔係我都唔識讀㗎，但係我個 friend 教我，你肯定啲讀你就識㗎啦。因為他就是將他那個神話的人物然後搬了去變成另一個 meaning 嘛，因為他就是，所以我就在想這件事，就是我的詮釋或者之後再什麼的話，他轉變他變成這個這樣的字的話，那是不是代表一個固定對於是他的冒犯或者什麼，是的。我很簡單說，就是我會覺得很多時候有些作者會覺得不開心的，即是我 create 的時候 suppose 有某些我的想法，你有一個完全不同的 reading 的時候，很多人會有不開心的感覺，是正常的。好了，但問題是我們有多少重視這個不開心的感覺呢？但因為永遠有兩難在這裡，就是你太過著重那個作品的 individuality 的時候，作者是完全不重要，那是不是就任你解呢？是不是任你 interpret 呢？這個有一個問題，會不會太任意呢？但如果反過來，你太過緊跟作者的 intention 的時候，有可能令到某些可能的詮釋不存在，其實可以很正的，那個作品。咁呢個兩難係永遠都會喺度嘅。
咁但我覺得翻翻去頭先嗰個大討論就係、是、四哥俾咗一個講法，譬如用翻 Echo 嘅講法就係、是、我唔肯定 Echo 就會點樣去評價，點為點樣定嗰條門檻啊？但我覺得個核心嘅關鍵就在於，如果你揾唔到啲好嘅切入點，無論你係近多啲作者原意啊，定係去遠啲自由詮釋嗰個角度嚟講，你都起碼盡量嘗試令個作品咧係正噶啦要。無論你係緊跟邊面多啲都好，如果你發現你嘅詮釋咧係無論你緊多啲作者原意啊，定係遠啲自由詮釋都好，你都發現好廢嘅，覺得佢唔得嘅，冇正嘢出嚟嘅時候，咁你可以諗下啦，會唔會你其實你嘅切入點有啲問題咧？即係當然有唔排除咗曬都有啲作品好廢，唔排除啲實有啦，係啦。但係咁嘅時候，你往往第一步要問嘅未必係問個作品咯，係問自己咯。我哋可唔可以揾到一個好嘅切入點，令我自己足夠有足夠嘅背景，有足夠嘅料，可以令到嗰個作品產生啲正嘅嘢？我係 subject 條一啲新嘅，但係正嘅可能咧，咁呢個會係我覺得核心問題啦，就係、是、所以聽到就係未必有機會咧，有所謂錯嘅，對個苦嘅理解咯、嗯，只不過有夠唔夠正嘅，夠唔夠 insightful 嘅，夠唔夠打開更多新嘅可能嘅理解出嚟咯。如果有嘅話，嗰啲可能本身已經係啲好正嘅嘢咯，未必係對錯嘅問題咯、嗯。好，仲有時間嘛？我哋再問冇啦，嗬？零曬頭啊！仲有冇問題？有，好，喂。有兩問埋咧，一次問好嘛？問完一次，我答他，我答快啲啊！後邊嗰位小姐 ，yes。頭先講話超現實主義就係即係啟蒙運動啦，咁佢開始摒棄宗教啊，擁抱理性啊、科技咁樣啦。咁去到超現實主義，會唔會又會想同翻宗教啊嗰啲方面想扯上翻啲關係啊嗰啲咁樣？咁頭先就係話係係咯，即係差唔多同超現實主義就係話佢係反資本主義啊，反理性啊，要同佢抗衡，借助呢個神話去同佢抗衡啦。咁佢係覺得佢哋係大家可以並存啦，只要有 acknowledge 到呢樣嘢存在就可以啊。定還是佢直情否定咗理性同埋資本主義呢樣嘢，同埋佢咁樣做會唔會其實帶嚟更大嘅災難或者更大嘅混亂咧？我答咗第一個問題先啊，佢哋會唔會復興翻嗰啲嘢嘛？咁你有睇個展你就知咯，會就係咧，佢會用翻嗰啲咩牛頭怪啊，嗰啲呢啲都係以前嘅宗教元素嚟嘅，甚至乎佢想更新一個新嘅神話出嚟啦。咁所以係嘅，佢哋係認為呢啲曾經有嘅呢啲神話嘅元素唔係完全冇價值，可以剁走佢咯。佢哋會將佢融入喺佢哋嘅藝術創作入邊咯。咁咯，咁呢一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究竟佢係完全地否定佢定係唔係咧？至少咧，根據 Bertrand 佢有個超現實主義宣言嘅，佢嘅講法就係唔係完全摒棄嘅，其實即係咧，佢唔係完全摒棄理性嘅，佢只係想咧將我哋嗰啲非理性嗰啲元素都能夠 incorporate 入去，令到我哋肯定佢嘅啫。咁咧，所以就。佢至少 Bertrand 嘅立場就未去到咁 radical 話理性完全唔好嘅，要切除曬佢嘅咁咯。我聽到四哥話完全俾你理性啊嘛。我簡單嘅回覆就係呢個冇所謂嘅。就係仲有康庭捧起咗理性住。就係我想講，其實我自己起碼我嘅感受，我嘅詮釋上邊，佢哋成日用嗰啲牛頭怪嗰啲咁嘅。一些神獸咯，上古嘅神獸或者傳說中嘅動物咧，其實佢係講某一種唔同東西嘅拼合嘅。咁尤其是我覺得牛頭怪一個好得意嘅例子，因為佢係咩嚟嘅咧？佢係人同埋牛嘅結合嚟噶嘛，跟住產生出嚟嘅一個嘅下一代啦。所以佢既人且牛啦，而牛咧佢又成日象徵住某一種咧，我無目的嘅、無理序嘅某一種盲動嘅，其實係。所以佢哋好中意啲鬥牛片嘅，舉例就嗰種咧，我冇噶，見到紅色衝埋去啦咁樣，即係或者喺迷宮度俾人 trap 住咗，佢冇辦法離開到，好似某一種難度咁嘅。但係人就好唔同啊嘛，人係某種理性嘅象徵嚟噶嘛。咁所以個 idea 就係其實可能人 ultimately 咧係一啲唔同嘢結合嘅，佢既有理性嘅部分噶，但同一時都有牛嘅部分，就係嗰種潛意識啊、無目的嘅 aimless 嘅 purposeless 嘅。不知道去咁邊度嘅，但又會好多衝動嘅，好多 desire 嘅，好多 drive， 唔知 drive 去邊方向過，但係嘅呢兩者嘅結合咯。咁所以可能佢未必係完全想撇棄理性嘅，佢就想講其實事實上人就咁複雜，呢幾個部分都有。不過喺啟蒙運動裏邊咧，就會將人嘅理性部分咧睇成為人嘅唯一同埋全部。但我哋可以試下唔好咁樣睇，而咁嘅話咧，先係更加好地去理解人係咩嚟。
或者我補充多一句，頭先諗唔起。Bertrand 嗰個超現實主義宣言咧，佢入邊正正有一句説話去解釋咩叫 surreal 啊，即係超現實究竟咩意思咧？佢就話係 reality， 即係我哋理性見到一個世界啦，同埋 dream， 即係我哋嗰個夢境、無意識、潛意識嗰個世界，將兩者結合埋一齊，這個佢就覺得這個叫超現實啦。而我哋而家個時代正係見到 reality 個 part， 即係見到理性個 part， 所以佢嘅最終目的就係將兩者融合咯。因為佢哋都係著重多啲 narrative 啊 ，diversity 多嗰個好大嘅論述咁樣。係係，即係我哋個世界唔可以淨係得理性咯，佢要將我哋非理性嗰啲部分都擠埋落去咯。佢嘅目標係咁咯。當然你再，我估你頭先個問題係再想問，佢會於是有好多個 narrative， 有好多個唔同嘅神話，於是產生某一種多元嘅世界 diversity 曬。我就唔係好肯定嘅，我懷疑甚至呢個未必係佢嘅，即係起碼呢個似乎唔係佢 project 嘅大主張嚟。他主張似乎對住啲純粹強調理性嘅諗法嘅做法嘅一個反對咯，但係之後嘅正面立場當然係有啲非理性元素，嗰係人嘅根本啦。但係跟住於是有好多元嘅神話，定一個定點咧，未必係佢哋個 project 要好，甚至佢哋自己之間應該會有分歧咯，可能即係未必係佢哋呢個超現實主義會有一個一致同埋明顯嘅立場咯。唔該曬。好，咁我估今日係咪時間應該差唔多？係啦，咁啊再次多謝 Fanshawe 請我哋啦，亦都多謝大家嚟啦。希望大家有興趣嘅話，聽我哋講之後再去睇個展咯。希望睇下會唔會有多啲新嘅 mini 出到嚟咯，係啦。係啊，多謝大家今日嚟啦。咁今日都係我哋 French May 今年最後一場嘅活動啦。咁但係我哋個展覽去到9月15日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最後機會睇曬，即係睇咗咁多嘅片，知道咗咁多嘢之後再睇咧，就會有唔同嘅體驗嘅咁樣。係啊，咁你手頭上都應該會有張問卷嘅，咁就希望大家可以俾啲意見我哋啦。咁我哋門口嗰度咧就會有同事一間幫手收翻嘅。咁我哋就可以下年5月再見啦。多謝大家。好，拜拜。拜拜。多謝各位，多謝你，林。